从小就对这个传统的武术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些合适的一个契机吧。说实话，很多中国的孩子想练一些传武，想练成武术，只要遇到一个好老师的话，可能也需要一种缘分。你像我是从2016年开始跟着陈春华老师开始去学习我们这个陈氏太极使用拳法。我觉得像陈老师他讲的这些东西，就是说没有说像一些就特别玄的东西，都是一种讲的物理结构。因为陈老师本身是80年代的山大硕士毕业，是很有学问的一个人，所以说他能很简单的把一个拳里面的理论然后用一种很直白的语言给你去讲明白。所以说当时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东西。因为我们经常会有这个，我们师兄弟之间经常会有这个推手的这个训练，然后也有推手的这种比赛。所以说当我就是在泰国的时候，一进入内围的时候，就是那种身上的那种反应就自然就出来了。如果一个有传武基础的一个搏击运动员，当在擂台上他突然用出这种技术的时候，如果对方他不了解传武，他也没练过传武，他突然出现了这种技术，对于对方的这个节奏打乱，然后是非常有效的。往往因为一般的所有的运动员在场上，你想打出一个漂亮的重击，一个有效的重击的话，一般都是干扰然后打乱对方的节奏，对方的节奏可能就那么0.0几秒的时间段，所以说你再去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去打重击出来。包括你像现在你看张伟丽也在练太极，然后通过太极去调整自己的身体。其他的兵器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去年我在斯洛伐克然后和一个练勾践的一个朋友，然后我去他们那边去参观，然后因为我练过我们陈春华老师的这个太极剑，所以说当时我就用我从太极剑里面的这种理解和招式，然后去和他进行一场交流，到后来是我胜了。所以说我基本上去和他用兵器去交流的时候，去切磋的时候用的就是我们那个使用拳法里面的这个拳的理论，包括去合力，包括用核心的力量去合力，包括对拉一些力量都用。而且在欧洲的时候我参加了一次去射击的一个活动，但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打过枪，那是手枪20米直径15公分的一个靶，连续打了6个靶，8靶都中。 6 points。当时我的朋友就跟我说打枪的要领是什么，打枪的要领是什么，他当时跟我说手要往前伸，胳膊肩膀要往后来。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会很难，但是我们经常练习使用拳法，练习陈老师经常告诉我们说就是要对拉，我们要练对拉力，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能拉伸到我们筋膜的这个动作，就是说就是手往前伸，肩膀往后来，这样才会让你的手臂形成一根很结实的棍，而不至于打枪的时候如果说是那个后坐力如果拿得不稳的话，它会瞄准谁都会，但是就是在你激发的那一瞬间有没有说是控制住它，让它不要去跳。然后我当时我那个欧洲朋友他还不可思议，他说你不可能这是第一次的打这个枪，就不可能，怎么可能呢？所有的传统功夫它都有实用的东西，不管是他在摔打头踢包括兵器器械方面，我一直觉得就是说任何一种门派的东西对上擂台打比赛这种东西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在现在尤其是近两年，像传统功夫和搏击包括还有太极，当在网上出现种种的这些负面的反面的这些评论的时候，我觉得这种现象是应该是每一个接受过传统武术训练的搏击运动员都应该是去一个正面向的去引导，然后去把真正的这种
功夫去提炼出来，并加以这个在擂台上去运用的。很多就是 UFC 的选手，他们自带的本土国家武术的风格，非常多。你看，像最早的时候，康里，然后散打出身，然后师从的美国散打之父，然后少林寺出身的刘向东老师，还有再就是蜘蛛练习的咏春拳，还有很多的日本选手，像镰刀腿、三日月醋这些打法，都是非常多。还有一些散打风格的选手，国内的一些，你像韩飞龙也是练太极出身，然后在比赛的时候太极的风格运用的也是非常好。当选手自带风格的时候，风格迥异的选手在一起交流的时候，观众是最喜欢看的。无论是赛场上的这个激烈的程度，还有观赏性，我觉得对于带动这个各个国家的本土的传统武术来说，都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宣传。我觉得传统武术，各个国家的传统武术，他们本土的武术和现在的搏击的产业，无论是商业化、职业化，我觉得都是相辅相成的，都是一种带动。我觉得对于传统武术来说，无论是任何门派，我觉得现在就是都要增加一些对抗性的训练，从实战当中，然后慢慢的去把传统武术的精华性的东西，在真实的运用的时候能把它运用出来，而且多进行这种正面的这种赛事交流。我觉得不要再出现一些就像什么一些假大师、空大师，像这么一类人，口头上代表一种传统武术，然后去打一些什么某武、一些不正规的比赛、不正规的赛事，带头在诋毁传统武术。真正的传统武术绝对不是像他们口中的那个样子。我觉得现在整体的，国人对于传统武术的这个印象，还有他们的认知里面，现在有两种，一种是吹的，一种是黑的。吹的捧上天，黑的黑到底。虽然说代表了一部分声音，但是毕竟是很小的一部分声音。这两种我觉得都不可取，很客观的、公正的，去进行对它的一个评价，然后一个认知，才会慢慢的让传统武术才会发展得更好。